好，各位，我们今天的道员人数17位，我们已经抵达法定人数，我们开会。台东县议会第18届第10次临时会大会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国旗暨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请复位，请坐下。主席致辞。县长、副县长、各位一级主管，我们辛苦的议员工作同仁，媒体记者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18届第10次临时会，那这次的临时会的重点呢，我们是审议审计部的104年决算报告，以及105年度第一次追加检的预算。那县府这次有6个案进来，其中有2个案是自治条例的修正案哦。那资料都已经在会前送达各位议员的手中。审计部的功能呢，本来就是审核各机关的财政收支，那各位议员同仁可以参阅，那就我们台东县政府去年的整个预算来做各位同仁问政的参考。那么尼伯特风灾重创台东，大家也都已经逐渐的恢复了，我们也针对县府团队这一两个月来持续不眠不休的辛苦，也在这里跟大家慰问一下，您辛苦了。那在这个议会两次临时会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恭喜张竹然议员，在这两次临时会，恭喜，非常的不简单，荣获我们民意代表最高的奥斯卡奖哦，也就是内政部的民政奖章，必须是连续担任民意代表30年。才能够有这个奖章。那么今年度全台湾只有3位民意代表获得内政部所颁发的民政奖章，而以张竹然议员的这个服务的年资为最长，所以他是我们今年全国的状元，所以非常的恭喜张议员。那我们中午呢由党团来宴请各位议员同仁，我们也希望我们县长以及各位主管能够跟我们一起同乐。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我们的会议。也县长，我们是不是有几位有新任主管吗？是不是介绍一下？好，包委长，包括各位议员，这次我们有2位新进的主管哈，一位是我们警察局的黄庆惠黄局长。黄局长在到任之前哈，他是保武总队的副总队长。那在那之前，也在高雄，包括高雄市在内很多的分局担任过分局长，他的历练非常丰富啊，他的这个能力啊，都是这个大家非常的肯定，所以我们也很高兴他可以加入到我们台东县
的行列来，我们相信台东的治安在他的带领之下可以继续维持我们这个金字招牌。好，谢谢黄局长。另外我们卫生局目前是由我们的辛进祥参议来代理局长啊。这个张冠宇局长这个回任到马偕医院啊，那之后我们特别请新参议来代理这个局长的职务。那么因为新参议过去在社会处担任处长多年啊，他对这个目前国家最重视的这个地方需求很大的这个长照的业务其实是非常熟悉的啊。那这个也是未来国家重大的政策，我们相信由新参议来代理卫生局局长可以在这个长照的这一块，尤其是在这个上面可以有很多的发挥。我们也谢谢新参议。好，就这两位报告议长。谢谢。那我们是不是请县长及各位一级主管，各位辛苦了，请继续回到县府吧，能够为我们县民服务。那我们对，谢谢。我们中午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庆祝张竹然议员领奖。哎，张议员，那你中午那个奖杯啊，那个拿来那个奖牌。哦，我有制作啊。就是那个红黄黄，我们继续开会。讨论议事日程。各位，我们请秘书长就我们这次临时会这几天的议事日程跟大家报告一下。议长、会长、各位议员，大家早安。那么，我们第十次临时会的议定议事日程，简单的跟各位报告。那么9月5号呢，是昨天呢，我们是报道。那么9月6号呢，今天是议别会。那么等一下呢，有三个三读案，我们要进行第一读会。那么9月7号呢，就是审计部台东县审计室呢，要报告我们去年度啊台东县的总决算，他们的审核情况。那么同时呢，要我们本会呢来表决呢，是不是能够通过他们的这个总决算的审核报告。那么9月8号呢，就是
台东县的105年度第一次呢追加减的预算案9月9号那么就是仍然是审查第一次的这个追加减预算案那么审查议案就是我们各位议员的提案县委的提案人民的陈情案那么最后临时动议闭会以上报告完毕谢谢各位好各位同仁针对我们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这四天的议程大家有没有要更改的有没有意见没有哈好我们通过好下一个议程各三读议案第一读会单独其就两个自治案啊各位议员同仁就两个自治啊哦对象请从那个自治的嘛哈各位我们在县府提案的这本本子里面农业类第一号案就是有关于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的修正案一读会啊，我们请议事组念一下案由农业类第一号有关台东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修正草案一读会各位议员同仁针对一读会有没有意见啊，我们请林参天林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这个要修正什么我不知道要修正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要修正什么议员修正的内容是不是请我们的农会处长做一个说明然后再来讨论好吧好先说明一下因为现在被偷人上我也被修正上我也不知道好谢谢谢谢林三天林议员那我们有这机会跟议员报告了哈我们大概这次修正的大概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是不是在我们办法修订的时候是不是溯及既往就是回溯嘛第二个就是相关的距离这两个部分那我们议会因为上一次有很多议员在有提案建议希望我们做修正所以我们尊重议会的建议我们先做修正当然还是要经过议会来审过这个是不是可以修正我们还尊重议会的意见谢谢朱队长姐我以上也有做说明了这个在上个会期已经做决议的事情你给他修正我没意见起码你要先跟新营 那里的住民那地方人士包括一边那些民意代表我们先集思广益先开一个会是没有必要修正来这来由你现在你把提来这一读强不要强过那未来我们当明代的我们怎么样回去跟新野地区的乡亲解释呢对吧你这就等于那些屠杀公务机关做行政的工作咱依法行政依法有据那你都未经讨论你就送出来就一读就强行要给他通过这什么意思我拜托农业处长卖用安的心态心情在看待台东这已经过去都通过案那么你今天有要修正你是要先开一个会书店咱先找一些地方对这不同的看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你这一读上来你现在在讲嘛对不对要不要说起既往这是第一点嘛第二点距离是不是要修正来出去你给我敲起来一下好不好拜托一下你修正这个距离用意何在包括也这样好不好我们按批进来我们尊重议会的决议因为这是议会提出的建议案我们尊重议会的决议我想这个部分我想我不表示特别距离有什么多少或者多少那处长您请坐了尊重议会的意见包括大会主席为了台东的生态环境这个有其必要先行讨论之后再一读再送进来基本上要尊重咱台东人的意愿，包括尤其即卖面对着永嘉场、甲新园所在的所有发生一切的医疗环境的变迁的冲击的问题，足严谨的，唔是讲咱单一直接片面，咱就甲修改过，咱以后台东咱对你遐边来交代。市长以后有要做大家长的人，即卖新园的人目睭拢紧紧咧看市长，是咪用该公开、公平、公正，
请问这个永吉场未来延伸的后遗症是什么？把它做深入的讨论，在我们议长所主持的民意论坛，都可以把它纳入先来讨论啊！大家没有意见，我都可以接受，是不是？这个案子先退回，然后取得到大家的共识之后，再送进来大会，我们来讨论，来给他。该给他那个嘛，好不好？那因为你现在有牵扯到500公尺跟1000公尺的一个争议嘛。啊，因为那里毕竟是住宅区，还有一个学校很近啊。啊你的草率的通过，咱以后在那个新农咱所讲的农委会所讲的富丽农村会即将破灭了。我以上轻易建议和大家主席来做裁定了，谢谢。好，我们请陈志峰成员发言。谢谢。老主席哈，这虽然是一栋啦吼，啊，我建议讲嘛是上礼拜咱先一栋个过，不过处长，你听起来吼，你去扎龙市这，你定个咱定个这1000啊，是经过偌济议员底下讲300、500、700不定，到尾还决议1000个。你今麦要去把1000收掉，要收到300，我唔知你用意是到几多啦？是不是？你迄时阵嘛较激烈啦，大家嘛拢大家有家己的意见啦。啊，到尾较定1000个，是咱今麦你去送去，要去把1000收了300，我唔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是希望我无就送去把送去先一动嘛，无差啦。啊，大家再去经过讨论啦。啊，希望你会当甲我解释讲，你是咱100要收，1000要收300啦。好，叶春明，你甲讲。甲议员报告吼，感谢议员这机会的说明啦吼。那大多啊，咱林三天议员一直讲着新演的啦吼。那避免讲大家呐，假如说因为是为了新演的修这个案，当然那是我有人来顾虑啦吼，我有人来想法。咱今嘛的思考修订办法，并不是为了新演的修订。咱本来提出的是300公尺，也影响面积偌宽。当然大家打卡数公认为讲那安尼收有看吗？这里咱即摆来讲吼，所以你要修订，我有看吼。不说你计划啦，种我讲我听，搞尾是争议是这条1000要收300的问题尔嘛。因为咱买顾虑着讲，人古早人已经设立的所有的养鸡场，建咱讲反正伫你的手，你嘛有要建脚手脚拢可以啦。你嘛袂当讲个法，咱即马来讲这1000收300安尼，无卖讲新年条款啦，咱无必要安尼设定啦，是讲安尼专这個、差足久个啦，1000是安尼阁收300啦。即马全国咱即马目前有定距离的，一个是宜兰是100嘛吼，啊第二个是屏东是300嘛。卡数讲大家若认为讲，因为咱迄个阵1000是大家嘛知影嘛是用画个1000嘛，所以实际上距离。啊，无安尼啦，咱若卖避免讲卖讲为着讲，何是为新嘅来解套安尼吼，咱甲这300改成300或400拢无要紧啦，咱都卖可能感觉甲新嘅有关系，卖结合啦。啊，但是我是希望讲距离卖优先，因为咱爱考虑是，唔是考虑新嘅这场，咱爱考虑是规个台东咱嘅畜牧业规个发展，咱嘅考虑是考虑安尼，并。当然，大家来讲300，也感觉讲好像有一点是卫星眼。咱卡数那个距离有300或400，但是咱是。安尼啦，不要紧啦，我讲完听啦。我是征求大家意见啦，有些上个一刀过，大家搁有讨论的。是。嘛，征求人当地，人部落，甚至人当地的议员的意见啦。是。我大家搁搁讨论啦，你就讲。你若收到300，你大家就正常看了。我讲，对，我是政府了，往一边啊。你讲你，所以咱那卡数都。可能你也提提后边较个话啦。本来大家拢有通过，我存了。好啦，那讲我一重要，我当然尊重大家意见，但是咱卖讲有些伤风啦，因为咱考虑咱台湾的西部的发展嘛，咱可能。这是我的意见啦，那要上去一刀，有地上个个讨论啦。好，那有当初那有意见，我来上去。好，谢谢大会主席。好。来，谢谢我们，请您看见第二次发言，都能变了哈，就两次哦，所以这次来。谢谢大会主席，哎，处长，你要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到台东的永续啦。我一直在讲，恁来注意听，
在七年前第一次的定期大会，我就谈到一中市场是一个陷阱，大家听不懂嘛。我现在就跟你说，因为未来地球的暖化，传染疾病的预防，登革热、禽流感、因为羊痘症这种种种，我们就是在因应未来永续嘛，所以我们才会定这个条例嘛。我们也不是说因为新眼地区特别要夺新眼地区，是因为新眼地区正好有这个议题，然后才会让我们高度的重视，在未来市场里面要怎么永续，跟住宅、跟社区、跟环境不要变成一个敌对的状况嘛。所以我们把它修一个很适当人类居住跟信仰的一个共存共荣的一个方向。那你现在莫名其妙，你还没带不起，你给提出来送进来，你基本上我请教你，你有得到新竹地区人民的广大意见吗？报告议员，他们没有意见吗？他不是针对特定对象。对啊，但是我们上一次你调过吗？不是针对说什么人有赞成，你听我讲啦，你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我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只针对农民渔牧，针对整个畜牧业。你这不是没事，你爱事，那所以下次又不是来这里抗争，又你先，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先私底下，你应该集思广益，先做书店的讨论，哦，大家寻求一个，免拢把一个饭拢定啊足死，哦，住户跟环境权，还有养殖业者。这个取得到彼此的谅解之后，我们再来把它送来一读，这样子不会有后遗症啊。我有一点给你报告一下，咱过去的畜牧业登记是3000只，起码改500只。为什么改500只？为什么？是为了改500只。为什么？它的重点是为什么要改500只？起码肾功裂、畜牧业的各种的疾病要做管制。啊，对嘛，你既然会讲了，我还是电话政策，你起码改500只，你起码哪根本。距离跟空降温吼，起码要盖都无可能盖，起码都是都现存的，那是600只，请是1000只，都变成违规啊。那我告诉你，哎，那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之前跟之后的，是不是把它综合看有什么解套啊？但是我们在制定一个新的法案的时候，要做勇气啦。家己员工的，你这勇气我支持。但是我讲勇气不是针对特定对象勇气，当然勇气是农民一步嘛勇气，咱的农民嘛勇气。你别当讲我做畜牧业都叫我把他淘汰，这那别当安尼讲啊。我的立场。好吧，我要表示的就是讲，第一，农民一步当然勇气啊。我了解。第一，你无甲新两个人先讨论，无沟通嘛。问题我不是为特定对象，我想要甲新两个。那你上次定这个是不是一个法？是法没有错，啊没有，法没有错，你要更改，你要起码我们更改。好了，我不会跟你忘记了，我跟你讲，你若要用那头壳钉钉吼，延伸出来问题，你跟你处理哦，你负责哦。啊？以后若有什么后遗症，你负责哦。你大胆讲，你负责到。我甲伊人报告吼。有你讲你负责，我讲题目，我理解。问题，你都会处理。我是不会负责，我先来讲。当然。原本定的，起码你要跟当地人先沟通。哦，就我更改。当地人可以接受，我没有意见。我甲伊人报告吼，我点相关法令不会针对特定对象，我给那点不是为特定对象。那我今天跟你讲的不是本来就不能为特定对象，不是跟你讲什么叫特定对象，是因为被高度共识之后，是由新眼这个养鸡场人民的高度觉醒，才会延伸到这个自治法的产生嘛。那么你伫大会中根本拢能通过啊？你现在没带不起，不提灯要讲修改，你要修改前你先跟他们沟通，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沟通他可以接受，我没有意见。那还没有沟通以前，是不是先可以轻轻放下？不然未来延伸的后遗症你负责好不好？你负责，你说你负责我就闭嘴好不好？你负责，我们不然你负责啊，我闭嘴了。跟农业处相关本来就完我盖你啦，你个人啦，你负责，我闭嘴，好不好？谢谢了，谢谢你。可不可以啦？你很看重我，谢谢了。我感觉你对我盖好没坏。不能说对你就好啊。感谢。安尼好不好？你负责，啊，我闭嘴。我负责上面我听讲，我以后延伸的后遗症，你全部一个人扛。啊、当然了，我本来你农业这区块，那你就讲嘛，你大胆就讲嘛。农业这区块，好了，你讲嘛，我跟你讲啊，其他要搞你就讲。我都讲，我负责。农业这区块，我本来都要负责啊。你要负责不？
就针对养鸡场以后延伸的后遗症，你要不要负责？啊，本来本来我顶人来找我呐。啊，我你都唔敢讲啊。啊，都你都唔敢讲啊，塞工塞西，我有时间的问题，我拢尽量答复，我不会跟你。好了，我还是希望。好好好。啊，遵守一个你跟人民的契约了。不要随便齁去更改，让政府的公信力齁荡然无存了。是是。好，强姐，我的意见是啊，你要听就听，唔听就好。多谢多谢议员齁，谢谢。谢谢我们，抱歉，我们请林崇汉林书记长发言。谢谢大会主席。我这边齁，本席是建议啊齁，所有的议员齁能够支持这个修正案，因为这个修正案齁是那个有跟议会陈请跟县府陈请的齁。因为我们是就，因为它这个修正是第三条、第六条、第还有第三条、第四条、第六之一条。那么最主要我们是对于第三条有法的部分追溯以往的部分这一条不修正。不过处长，我要提醒你哦，你看我早本席早就提醒你在程序委员跟你讲说，你这个距离哦，绝对会造成议会里面的争执哦，像林三偏远啊就误会了。像我本席是坚持1000公尺，你不要一直拿宜兰跟屏东的环境来比例。据本席了解。上个礼拜在嘉义县还刚刚通过的这个农牧场自治条例，你去看一下哈、哦，距离学校、距离部落这个住宅环境哦，500公尺，距离学校医院哈、哦，1000公尺，1公里，所以不是只有本县定说那么严苛的，你看嘉义县的这个密集度也没有像台东这么那个啊，这么宽阔啊，他们都可以定这样的一个，可见。我们当初议员讨论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产业到台东之，到台东齁、哦、先能够做本身的精进齁、哦、让这个居民齁、哦、不再去排斥这个行业的时候，以后我们再讨论看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在台东发展。这是事实上说你要有这个正确的心态啦。所以你看，但是我还是建议我们本会的议员齁、啊、让他进到这个大会二度齁、啊、来我们来讨论一下齁、啊、就法的部分，然后就距离的部分啦、啊。谢谢大会主席，谢谢。我们请江坚寿江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自治条例公告施行之后满一年，如果条例的内容跟现况有所不符，有需要做修正，是自然是可以做修正。更何况本案的修正案是议会的同仁在上一次的定期会提出来，经过大会同意之后，县府拟案修正送本会来审议的，所以大会应该要接受，然后把它完成一读。那至于说您修正的这个内容是否予以修正，或者是否依照县府拟案的修正，那是我们大会来决定，我们不应该来逃避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如果大家认为还是要维持原来的条文的话，我们就是不同意修正嘛，好、哦，就是维持原条文，这样就好了嘛。那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耗费冗长的时间，在这边讨论这些问题，无济于事啊。好、哦，所以建议大会，我们本案哈，我们一读就尽快把它完成啊、哦，然后再继续进行其他的议案的审查。我们这次的临时会最重要的工作是追加点，除了结算报告的审查，主要结算报告审查也没什么好审查了啊，就听完报告就没事了嘛。那最佳检预算才是我们的重点。那根据过去我们议会的经验是，讨论最佳检预算到我们闭会为止能不能过还是一个大问题了，更不要说其他的案了、啊。好、啊，所以我觉得是大家也不需要太紧张哈、啊，这几天可以慢慢来讨论。谢谢。好，那么各位院同仁，我们针对农业类第一号案，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我们就进入大会讨论哈。好，接下来我们是进入主计类第一号案，我们请议事组念一下我们的案由。本县105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按业已编进，税入预算编列5亿9510万7000元，税出预算编列5亿7193万5000元，税入税出剩余2317万2000元，用于债务之偿还。第一读会。好，各位院同仁，针对主计类第一号案，就是追加减预算这六个案，是六个案吗？不止吧。
不止哈、啊。我们是这个税入税出剩余的2317万2000元，大家针对这个有没有意见？没有，我们就进入大会。哎，有吗？林三连林议员，请发言。谢谢，大会主席，大会主席，你这样税入我要我还过存2000块吧，马掉我。是。我是你，你拜托你哈、哦，你就该用一个专职一本，都这相关我要我你大列是开什么物件开？哦，支出嘞，收入啊，甲支出啊，剩偌济，把迄大项的明细，互阮小了解一下，好无？这个月我到底开啥费，啥物我嘛唔知啊。跟议员报告哈，所有的预算的明细哈，都在我们的预算审查本里面都有。好啦，你特别都针对这条五亿块啦，哦，因为咱的总预算是130几亿嘛。是。哦，啊，你这单单这条这五亿块，这是安怎来的？啊，这是开会多位去。对，这个五亿多就是这一次追加检疫预算里面的送到我们大会来审查的各项的正式业务的预算的那个会诊，所以这个整个五亿呢，就是我们有送给各位议员那个预算书跟预算审查本里面预算的明细都在里面。我现在跟你说明的，你要让我们全部人知道了。是，这脉络错了。无大无小，讲起来，这税入五亿块，即马开甲剩2000块，这五亿块到底是开啥，我唔知啊。啊，你要叫我甲你通过，我莫名其妙去遐敲举手哦。你唔着爱甲这五亿块，你变的是开啥物？安尼落来，还佫剩2000块，这2000块是要向我国库要来还负债的，然后我可以接受。你现在五亿多到底花什么？我都莫名其妙在这里就通过。跟议员报告，因为有啥物人知道？你这五亿块开啥，我嘛唔知啊。别人知无，我唔知啦，但是我是唔知啦。因为在跟议员报告哈，我们的税出预算的部分呢，就只要在。对了，我知道了，那个。对，但议员。对我跟你说明一下，你这个五亿多到底是花什么东西？你要让我们知道了。是。我唔知道，你要叫我你通过。是。副处长嘛，听到耳啪啪啪，伊嘛唔知啊。啊啊！你起码我讲一个良知了哈。起码你要让我知道，让大会知道，让每一个议员了解。所以我跟议员，这五亿多，你到底是什么收入、什么支出，剩下还多少？你起码你给他做一个简略的一个概算表，让我们看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们再来讲啊，不意见。是，好，那跟议员报告哈、哦，因为我们的预算书里面是有一个简明的分析表，有送给各位议员、各位议员的了哈。在哪里？有就是在我们的送给各位议员的预算书里面有一个税入税出简明比较分析表，里面有总的税入跟税出的主要的概要的部分，按照主要概要是谈这一条五亿多吗？是，就是那个五亿多有关追加的部分。那各于至于各位、啊，那你说明一下这个大纲，这个大致上是花什么五亿多？你莫到时讲出来，甲你迄本迄无共，我来来，你讲。未来。我知啦，啊，你这开始咁无意思啦，啊，这支出这关系啊，这支出来，咱你别看我。那因为在八号跟九号的各审查本，我有送给各议员的桌子上的审查本有各。好了，我简略做收尾了。是。其实你们做的哈，要让人家看懂很难的，我不骗你。一张纸尔，安尼写规矩啊，写，迄到底开啥我嘛唔知道，我平常心讲啦，这就是我纳闷的地方啦。所以我希望啊，你下次有这种提案或是有什么审查的哈、哦，你应该把明细大纲稍微写一下啊，这个里面有大概有热气球，里面有一条什么活动哦，或是有什么一个老人支出或是什么哦，我们要了解一下。我回头我过来查，你这条支出甲公益财政是不是抵触啦？那你写出掉，卫生局等于拢改了改，伊捌做过。小的处长啊，对吧？恁这安尼含糊唱来唱去，我莫名其妙来夹脚夹手。啊，你请坐了。是，谢谢。好，各位议员同仁，针对主机类这一号案，我们的一读会，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好，接下来卫生类第一号。卫生类第一号修正台东县营业卫生管理自治条例一读会。好，各位原同仁，哪一位？来，各位同仁，针对卫生类第一号案，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有。好，我们请您参天林议员发言。秋天，我们今天谈的要谈自治哈，有时候都会跟民间的意向会背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自治的方块里面哈，哦，我们还要慎重，不要变成未来弄的扰民了。你这个是一个营业场所，是不是？是不是营业场所的卫生检查？对，是不是？是。啊，你一堵要上来，你现在要到底要做啥？你要还债啊？是。你的主张是啥？我无了解，真正完全无了解。你嘛说明一下，啊，我来讨论。哎，感觉讲哎，这真正有咧做台袂歹，啊，咱来甲你支持。感谢啊，你说明一下好无？我想这边咱的迄个自治条例的修改，拢总有十四条。嘿。那么这个十四条其实都是中央伊有修法的。那么咱这边哦，虽然讲十四条，但是上重要的重点差不多有三个啦。那你说明一下。第一个重点就是讲迄个娱乐业，咱普通的迄个娱乐业吼，比如讲咱即摆做个规范迄个小吃店，咱即摆投币制小吃店那也无干，即投币制小吃店定会叫人甲客扎，啊叫客扎他就不符合这一项，啊就足麻烦的，所以就是把这一个部分来放宽，就是投币制的小吃店就不用在这个娱乐业的规范里面，咱该当个解决种的嘛。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把这个部分提出来来修改，那么这也是贵会的议员也有建议过、哦、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旅馆业，咱以较早的旅馆业咱都规划盖高档的或者那个观光旅馆业，其实咱也有做的那个民宿业，那么咱提这个高标准去规划这个民宿业，这个显然不恰当。第二就是说，因为伊迄个民宿业，伊迄个管理处，伊有迄个民宿业迄个管理的相关的办法，所以都无需要直接重复重复。对对对对。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咱较早的条例定来拢共处分了，那么再过去改善，咱这边来甲改讲，我先互你改善，再甲你处分，安尼都大家较无话讲。其实虽然讲十四条，但是重点都是直接说。好，我而且顺我跟你轻言建议，你讲的拢真好。是。改善期你按上要偌久？改善期啊？你无两天呢？没啦。人普通是咱予伊改善吼，通常拢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安尼，四个月。啊，四个月。加一个月。因为伊有，记得啦，不是伊有诶，是有无法诶规定诶。对啦。这也无限制，讲你几个月，这是行政法内底恁家己咱规定。所以，既然进入一读哈，我们希望能够修法修得完善一点，不要让人民造成一个没有因应这个城市在改变的时阵，改些法条，你听。你讲了真好，就是讲咱先要求伊改善，是，然后再来处罚。是，这个改善期，恁讲的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嘛？是，我本是甲你建议四个月。咱今嘛吼，就是说啊，无重复的依照那个母法没有抵触的，这个我们再来考虑商量啦。咱足惊的就是讲，人母法就甲你安尼规定。无啦，有对是有规定，你今嘛要后来规定，都无规定，你今嘛讲有规定，我今嘛是咧甲你建议，在台东市区吼，啊，尤其台东县啊，对不对？台东吼是一个转型的城市，啊，你也知道因这边的天灾了，台东这边足侪损害吼，三年后再我都恢复这个生机吼，就在这个灾害这个岁月吼，尽量去协助他们有办法去再生啦。啊，卖只能卖用法，一直在出分啦、开单啦，这种不符合这个城市的要求啦。因为咱有分几啊种啦，比如讲我讲一件，就是比如讲咱个游泳池迄种物件。一种物件你也无经过处理啊，对，那你我的意思哈、啊、也可以啦，一你给他分轻重缓急的一些案，大概给他归为两类了，好不好？有急迫性的，比如说有疾病传染这个急迫性的啊，有可以修改的啊，建设性的啊，设备要修改的，给分开啊，尽量时间很较长好，因业者因有一个准备的时间较充足了。对啊，叫我来考虑啦，因为咱即马是一个传染疾病，对啊，医院，咱即马是迄个传染疾病的问题，因为伫咱家讲起来，拢是迄个有关人民的那个健康的问题。对，如果我们让它及早改善，应该是较好啦。哎，不是讲咱时间较短。我知，但是卫生局也有很多行政法哈，在
要求人民在做的事情，那个有时候是年代已久，那个没有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哈。但您应用的新的详细的专门那个对的，人民真的就是很痛苦的了。好、哦，你一定要了解，是这个城市的转变，伊符合着什么环境，咱只能以伊的环境来定法啦。是，咱不是大行拢提台北去拖来，啊，咱台东人免了适应。啊、哦，是啦，哦、这无对啊，所以咱。哦，我讲的意思是这样的哈、哦嗯，所以你在修这个法说，我希望你也把纳入一并的考量，台东的一个环境的变迁，好不好？好，我后续我会跟我们主办科，我们再去研究这个。好，好、哦，再、啊、拜托你呢。好，尽量卖出卖几个都开单，咱只能好用改善哈、哦、来代替厝啊。以前我嘛就不爱讲处分的啦，尽量改啦。是啊，尽量哦。我嘛就不爱讲处分的，但是因为在执行公权。好啦，阿伯阿叻，你都讲到这点嘛哈、哦，你今年都所有卫生局哈，家己明处呢做一个表来，台湾机关知影，好不？好，阿叻好不？好，我一起干考啊！谢谢，哎，坐来哦。嗯，好，各位院同仁有没有意见？好，通过，进入一读哈、哦，一读会结束。来，我们接下来下个议程，下个议程就是各位院同仁辛苦了。我们在第一会议室有台堂所举行的一个说明会，请大家到第一会议室。我们中午大家一同在用餐来庆祝我们张卓然议员啊荣获华夏一等奖章，好，谢谢。